啊，媳妇，你帮我把这袋垃圾拿去扔了，我去摘点水果。婆婆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啦，山上蚊子多，你还是待在家吧。没事啦，婆婆，我在家也无聊。哎，你这丫头，那走吧。嗯。哎呦，你看，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衣服，好看吗？阿红啊，你女儿可真孝顺，隔三差五的给你买东西。是啊，我不让他买，他就是不听，我衣服都穿不完。阿红婶，快过年了，玲玲是不是要回来了？他还忙，每个月都给我3000块，我花都花不完。你真是有福啊，给你的钱你也要舍得花，不要让儿女担心。当然了，他还给我买个手链，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阿红啊，我们得去田里了，就先走了。嗯。婆婆，阿红婶怎么那么高调啊？他呀，一个人生活，子女又常年在外，他这样是为了缓解对儿女的思念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也不容易，我们顺着他就好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走。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，谁能看见我心里的。好，媳妇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家。好的，婆婆。小金，你看我女儿给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？阿红，你够了，买几件衣服天天在大家面前炫耀，都被你烦死了。什么几件衣服啊？每个月给3000块钱呢。把自己你要缺的天上有的地下无的。小金，你肯定嫉妒我，都不跟你说了。哼，要钱有什么用？真那么孝顺，早就回来看你了。你，我不信你说我女儿。婆婆，前面好像有人在吵架。哎呀，我就说怎么样？阿红、小琪，你们好好的，怎么吵起来了？阿神，这几天我刚好因为装修房子的钱不够而发愁呢，他还在我面前炫耀他多有钱。小琪，你就不要和阿红吵架了，大家都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伤了和气。嗯，我知道了，阿神。哎，刚才真的谢谢你了，不然我这老脸都丢尽了。怎么会呢？小琪他说话直，但心不坏，你不要放心上。是啊，阿红婶，你开心一点，要不然孩子们会担心的。以后啊，你有什么事喊我就行。那什么好意思啊？没事的，都是乡里乡亲，有事尽管找我们，我们先走了。嗯，慢点啊。婆婆，你看我今天刚学做的山药焗好不好看？嗯，看起来真好吃。一会儿你把这一份跟这些红团给阿红婶送过去。婆婆，本以为阿红婶生活无忧无虑，原来也挺孤单的。其实她儿女啊，很早就想接她去城里住了，只是啊，阿红婶她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她才不孤单呢。嗯，婆婆，以后阿红婶的事情我会多帮忙的。嗯，你有这个心，婆婆也很高兴。她孩子在城里发展的挺好，而且都很孝顺，一直挂念着她。嗯，婆婆，我先给阿红婶送过去，要不然咱凉了。三婶，你那还有钱吗？阿凤，可是阿凤，你有钱做什么？妈，上次跟同事借了150，我打算还给他。从小就跟你说过了，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跟人家借钱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我那是上次，哎，借都借了，总不能不还给人家。哎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不要跟人家借钱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妈。算算，我先走了。儿媳妇，我们走吧。好的，婆婆。妈，算算，阿凤怎么没在家？哎，阿亮，阿凤他大清早就出门了。哎，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了，去我公司上班，我给他安排那个好的职位，都说好了，今天又没去，电话也不接。阿亮哥，他早上是跟我说要出门工作呀。这臭小子，是不是又跑去哪里玩了？哎，这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我好不容易给他安排的工作，他一点都没放在心上，气死我了。阿亮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跟儿媳妇去找他。
好，我也再去找一找。妈，你要是找到他，该骂的还是得骂。我先走了。二媳妇，阿芬最近有没有再跟上次那帮朋友联系？没有啊，婆婆。哎，你先把甘蔗拿回去，我去找找看。婆婆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你先回家等。如果他回来了，你就告诉我。哦，好了，婆婆。阿浩生，阿浩生，你快去看看，你两个哥哥快打起来了！啊，我正找他们呢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就在前面村口。好，谢谢你呀、啊，小姨。你小子净给我添乱，哥给你安排的，难道会错吗？我又没答应你，你那工作我做不了，也不喜欢。你知道为了给你安排合适的工作，花了我多少心思吗？我不用你安排，我可以靠我自己赚钱。你是我哥，你应该相信我。就因为我是你哥，才为了看你这样浪费时间，你明天就给我上班去。阿亮、阿婆，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呢？还在村口，不怕人笑话呀？妈，哥总是一厢情愿，非要给我安排什么工作。妈，你看还是这德行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阿峰，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昨天工地老板叫我回去上班，这不刚下班就遇到哥了。就你那工地，整天搞得脏兮兮的，还赚不了几个钱。我那办公室的工作，难道不比你这轻松？哦，原来你是去上班了呀。走吧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说。好。多少无奈藏在心中，花谢花开，春去秋来，我怕等不到。到了那时候，就能看见我心里的。不到梅花开的香味。哎，婆婆哥，你们回来了。嗯，阿莲、阿芬，先坐下来吧。你们两个以后有事情啊，要亲身商量，要不然人家看到了，还以为你们两兄弟不和睦呢。怎么可能？阿峰是我亲弟，我也是为了他好，不会不和睦的。阿峰，阿亮哥给你安排的工作挺好的，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？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喜欢办公室那文绉绉的工作环境。你怎么还这么想？你在我这边工作，我还能照应得到？你在工地单枪匹马的，多不好混啊！阿亮，我知道你也是关心阿芬，他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没有错。妈，你怎么也这么想？阿芬在那工作多累啊。两兄弟最重要的是和睦，该帮衬的时候还是得互相帮助。但是啊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阿芬有自己的志向，这也是好事。你呀，也要尊重他的选择。妈，你说的也对，是我忽略了阿芬自己的想法。哥，你的好意我也理解，前段时间我有点犯浑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可是我现在也想好好做事了，你们就放心吧。臭小子，你可记住你说的话，你要是再犯浑，我就像小时候一样拿着衣架打你。